guys, this might be 第十七周的 vlog。那这一次的 vlog 很遗憾的跟各位说声抱歉，因为第十七周是总评的地狱周，而且是我们系上最后一次的外评，对 ，last time presentation， and 所以就是忙碌到我真的没有时间，也同时没有心情去做录影的动作，录影的记录这样子。那简短的 share 一下总评之后的心得，就是finally 算是解脱了吧。我至少对我自己来讲，我问心无愧，我这一年有做到的设计，对，是我做自己蛮喜欢的设计，但是在队友真的很雷的状况下，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有听过我一些 complaining， 多少知道我队友的状况，对，那有在队友的状况下，我还是没能，就是希望自己用这种带领的方式，他还是没办法。I felt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有点小失望啦。那当下是觉得解脱，那同时又觉得说，干，他只是在做三小，毕竟他的东西被总评的老师说，干，你做这样不如不要做啊，你这样的设计是二十几年前在南部乡下会看到的设计。Wow, damn, that's hard. That's really hard.总之呢，跟各位 share 一下第十七周的心情 ，such like this， 就是有一顿睡，有一顿没睡，一顿睡比较多，一顿就完全没睡。然后呢，你同时要处理报告书 paper， 厚厚一叠，后面这里有几本，这样厚厚一叠这样子，你要处理它。然后呢，你有大图，你的 PPT， 然后你同时你要知道说我站上去我的简报的台风要怎么讲，那同时还有模型，很遗憾这次模型并没有把它做到完成，但是老师们应该也知道说学生的时间真的是很压缩啦，对。那之后的话就是这里可以短暂的先稍微工商一下，不过我觉得时间有点早，就是5月24号到27号我们系上会在台北的松烟一号舱展览，那欢迎大家如果对景观或是建筑之类的有兴趣的东西啊， welcome here and see what we do in this year， welcome please you guys just come here，要来跟我聊聊天都可以， I got free time， 24到27号，对，大概就是这些时间，平常日的时间啦，就是开展的时间，就是我不确定几点啦，还不确定，我之后还会再发一个更详细的时间， OK。 那我这个月这个月还会再花一点时间去补那个模型，对，差不多是这样，欢迎大家。It's really glad and also really disappointed.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吧。So I said, c'est la vie? Nah, don't say c'est la vie. 不是用 c'est la vie 这句话。啊，就这样吧。希望下一周，第十八周会不一样。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And i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don't forget to leave your like and share, and also leave your comments or something suggestion to let me know. And that's a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Have fun, have love. See you guys. Bye bye.